我大家族的族长已经到齐了，都安排妥当了吗？是，大人。辛苦你了，言儿。大人，侄儿还有一事不明。讲。不过是为了杀一个知事郎，您何须看他人脸色？请允我进兵时期，不出半月，我定能带回知事郎的人头。 这件事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大漠之中，诸国林立，形势错综复杂。要是在关外大动干戈，只会引起不必要的纷争。突厥人、突厥浑人，无数双眼睛可都盯着咱们。言儿，儿还得慢慢的喂。打草惊蛇。 只会耽误大事。您是说，知事郎只是个饵？要在这世上生存，蛮力固然有用，还是得靠这里和这里。也该让你学学江山大事了。记住，自己的刀要藏在鞘里，绝不能轻易拔出来。多听。 多看少说话，走吧，客人们该登机了。看好了，黄门侍郎驾到！<笑>失礼失礼啊，让各位族长久等了。老朽刚从京城回来，准备匆忙，怠慢之处，请各位海涵。<笑>快说要紧事吧。 我最近生意忙得很，没空听你说客套话。族长多包涵。哼，算起来老朽到张掖主事已有七载，如今的张掖百姓安居乐业，商埠日益兴盛，流亡西域的逃犯也一一伏法，这一切。 在座的诸位可是功不可没呀！今日请大家来，就是想代表朝廷表达谢意。小小薄礼，不成敬意，请诸位笑纳。这。 中原宫廷御用的金丝绸缎吗？这确实是货真价实的上品。嗯，不错不错。裴大人的话我听不太明白。通商往来也好，抓捕逃犯也罢，不过是各取所需的生意。朝廷这些金丝绸缎，我们可受之不起。 老朽就说明白点儿，请诸位归顺朝廷吧。金丝绸缎每架500匹，这只是开始。只要各位效忠朝廷，往后在张掖的所有交易一律免除税赋，而且皇上将赋予各位朝贡的资格。 到时你们便是五大藩国。莫族长，作为五家之首，请您先用茶。 这茶确实是好茶，只是这茶的代价我们恐怕付不起吧。80年前，我们的祖先从柔然出逃，他们跋涉千里，在大漠建立了5个小集市。突厥人带兵来的时候，我们的祖先没有屈服；突厥浑人把集市围了7天7夜。 我们的祖先也没有屈服。
无论何时，他们心中都坚守着一个信念，最终他们赢得了中国的尊重，也获得了在大漠立足的信用。有些事远比利益重要，请各位不要忘记我们是谁。莫组长，好茶需要趁热喝，不要放凉了。再好的茶，不合胃口也不能强饮。有机会请到老夫家中做客，一定让裴大人品尝我们新域奶茶的风味。变成这样，到底是什么结果？听说了吗？都知道了。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想必大家都知道了。最近我们和其他家族产生了一些分歧，要解决分歧就得有人付出鲜血和生命。你们之中有的已经为家族效力多年，有的最近才加入。作为族长，我非常感激你们的忠诚，但是现在你们都被解雇了。族长，这怎么行？族长，族长，我们对圣火起过誓，就成为墨家的箭与盾，我们要留下来决一死战。对，我们的命是属于家族的。是，我们的命是家族的。你们的命的确属于家族，不过是属于你们自己的家族。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，我这辈子见过太多，已经不想再见了。回去吧，拿上你们的酬劳，回到妻儿身边。族长，要不您跟我们一起走吧，我们搬去其他地方。族长，您永远都是族长。老了，走不动了，这片集市就是我的埋骨之地。谢谢，谢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扶持。都回家吧。几个怎么还不走？我们没有地方可去。我们本就是被抓来当主子玩物的奴隶，要不是族长买下我们，我们早死了。对，是啊。更何况我们的家早没了，这里就是我们的家。是的，请让我们服侍您到最后吧。族长，求您了，族长。是啊，族长，族长，求您了，族长。开着，会有账。哎，何一玄，你要干嘛？这臭小鬼，开着。保护组长。莫组长，你把知识郎藏哪儿了？大隋的茶好喝吗？哼，固执的老头。中立的信用，古老的规矩，
那不过是你们老一辈安于现状的借口。你们的时代已经结束了，把知识郎交出来吧，我不想让我的新娘等太久。阿鱼呀，她永远不可能成为你的新娘。你知道我当初为什么要撕毁你们的婚约？那时我阿塔病倒，家族势衰，你就看不上我们家了。哼，我倒不怪你，毕竟这是人之常情。可现在我们两家的立场已经颠倒了，裴侍郎单独跟我许诺过，只要拿下知侍郎，他们就会给我最大的支持。到那时我要把其他家族全部吞并。莫族长，你以前是个有智慧的人，为什么就是看不清时势呢？看不清的是你，愚蠢的孩子，你真以为裴氏举会如你们所愿？够了，我现在的实力可是远远超过你的想象。我可以让你成为大可汗的丈夫，或者让你的女儿失去阿塔，就像你一样吗？老板，你想知道什么？告诉我，我以后会成为了不起的男人吗？我看见了。我看见了，有朝一日你会戴上耀眼的王冠，而你的心上人会给你的王冠插上五根羽毛。啊，出来了，玄，祭司伯伯对你说了什么？哼，是不是一些神神叨叨的话，完全听不懂在说什么？不，祭司的预言很明确，但我不会告诉你们。说出来就不灵了。阿塔说，预言是仁者见仁，关键还是要看自己未来的选择。很多事是生来就注定的，就像我们早已定好的婚事，到了那一天，我会让你明白，墨家和你都是我的。回旋，咱们等的人到了。要起风了，今晚就在这儿休息吧。这驿站看起来早就废弃了。阿妮，是。先找地方填好马车。是，小姐。知事郎不想睡这种破地方，知事郎要洗澡。那你自个儿去找吧。嗯。到时候被罗刹吃掉，被风沙刮走，都不会有人管你。哼，想不到在这儿还能有伴儿，但愿是几个漂亮的姑娘。等等，怎么了？有人吗？喂，我们是路过的商队，想进驿站休息，能不能行个方便？嗯。怎么没人回话？退到我身后，小琪。你们怎么会在这儿？大家都是来为我们祝福的，阿雨呀。因为今天，我将娶你为妻。
我们俩的婚事，亚踏已经妥